郑恺、苗苗疑似同居，在天实锤。此前已三次亲密同行，未否认恋情。8月27日，有媒体再次拍到男演员郑恺和女星苗苗深夜回家疑似同居。媒体报道称，当天饭局结束后，苗苗和郑恺一前一后坐上了车，一同返回了郑恺的家中。虽然郑恺和苗苗至今没有对他们之间的绯闻做出任何回应，但是从两人四次被拍到的画面中，还是可以嗅出一丝暧昧的气息。爆料媒体称，他们随后一同前往了郑恺的公寓住所，一夜未出，疑似坐实了恋情。之后又有知情人士爆料称，郑恺和苗苗的确是在一起了，而且是知名导演冯小刚牵的线。第三次被拍时，郑恺开车载着绯闻女友苗苗出行，行车途中苗苗靠向了郑恺的肩膀，两人举止亲密。